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牙口甜甜的鱼儿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、hey, 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自弹地图是你们要求我跟古道玩的随机掉落生存。嗯，感谢我们的收看。好了，咱们这次那个带上了四位小伙伴，不是你们集体碰瓷呢啊，再不站起来你信不信我把狗当赔给你们吃球，你们走开。分别是那个什么西城清染，以及承诺不需要，还有那个心之与阳光，以及那个丸子同学。那么咱们这次的话，那个来一次比赛怎么样？看看咱们谁的运气好，谁第一个露出神器。神器的话，它有那个神器拔刀剑啊，以及一些那个像创世之刃啊等等等等等等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咱们继续开始了。来3、2、1。开始，走喽！快去撸喽！撸树叶，撸树叶，撸树叶。前期的话，咱们撸树叶要那个速度要快一下。哎，这个野木宝，野木宝，野木宝！我的天，你们开出什么怪了？哥哥，我开到了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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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呢？什么？白楼剑。玉界白楼剑，哇，这把拔刀剑挺强的。哎，你怎么跑到我旁边来了？我这是开第一个就这个样子了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咱们可以做一把那个金斧头，或者是做那个什么链锯，直接砍一棵树。哇，那掉落简直了。还有就是能开出炸弹最好。是的。开到的装备别忘了那个啊，别忘了换上，因为那个随机掉落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开出那个怪物什么的。对，要小心一点。我这开出来的方，哦，我先开到一把很厉害的拔刀剑，禁止烛光是吗？禁止烛光，房主禁止，哥哥房主禁止了，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炸弹啊，炸弹呀，我的炸弹，我不想给你用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身上的材料。哎，我又开到一把拔刀剑，利刃白鞘。身上的方块应该是可以做一个那个什么金斧头了。咱是有个镐针，好，做一个金斧头先。我要砍一棵树，找一棵高点的树。哎，这棵就挺好的。哇，这个速度也太慢了吧。我站离你们远一点就可以用拔刀剑了。不会打死你们。你们谁有作业烟花？用下作业烟花，马上就要天黑了，等天黑的时候再用。哇，谁在丢炸弹？可以用炸弹的好吧？我看到那个阳光同学已经丢炸弹了。那可是为什么我刚刚就没有捡，连炸弹捡都捡不起来呢？可能是炸弹嫌弃你吧。对啊，房主禁用道具啊，我捡不起来的。好，一个整棵树。我的天哪！我开出来好多怪，加油哥哥，你会变得更好的。看一下有没有好东西。哎，有拔刀剑。昼夜烟花，我看一下，我有没有昼夜烟花。利刃白鞘，好像没开出来好东西啊，全是些那个。这波巨亏，我的天！天哪，这个东西炸的巨亏，这东西炸的也太厉害了吧。这个黑色的拔刀剑是什么？大太刀啊。好亏好亏，我这波好亏。好亏吗？对、这个、斧头都没了。禁止烛光，我觉得我应该往下走。这两个野萌宝过分了哈。等一下，给我机会换上拔刀剑先。我这个方法也可以，直接用钻头，钻头右键。对呀、啊，我有钻头右键。但开出好东西的几率好低啊。只是它本来几率就低而已，哥哥。好，把这打开就可以用了。我直接用炸弹来炸了。看到什么拔刀剑了？
楼观见尾物，不是什么很好的。不能持续丢，持续丢的话，好东西都被掉了，物都被炸没了。哥哥，我总感觉我用了周月烟花之后，别人又用了周月烟花。走走走走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在坑里面不实际，不实际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炸弹，炸弹！哦，怎么了？你别告诉我，你开出、啊、你开出什么好东西了？不是，我以为是那个啥，火箭图纸，我还以为我开出火箭了，我可以上天了。哎呦，又开出了两个怪。禁止主攻。这几个怪是那个，哎呦，这承诺不需要。哎呀，哥，你把炸弹打开了吧？我可以用炸弹了吧？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嗯、都还没开出好东西吗？都还没有吧。哇，我炸出来一个那个熔岩巨人，不要用拔刀剑的时候不要那个，不要咱们不要靠得太近，不然的话会那个互相伤害的。互相伤害，咱们不应该互相伤害吗？哦，没有好东西，一堆东西。好，再来。哦，我好像开到神器了。你看到神器了吗，哥哥？哇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御剑楼关键巨大，大太刀，好大一把拔刀剑！我的天哪！究极炸弹，哥哥！等会，那个究极炸弹你不要乱用啊！我用了一下，用了两个，结果我差点没把自己、好卡，好卡！你是不是傻呀？哥哥怎么办？救救我！理都懒得理你！我不听那么多的怪，要怎么办才能救救我自己？我也看到了那个巨大的东西，是不是那个拔刀剑、这个、三个呢还。这个楼关键，楼关键的伤害挺高的。四个好像。这个不算是神器。不算神器啊。对， 只不过它的那个伤害要高一些。炸弹你过来，炸弹你过来。要能开出火箭筒就好了。哥哥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？又是这个野萌宝，哎呀。走，哎呀，小丸子同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好卡了，好卡了，你们是不是都在用炸弹啊？我没用了呀，你刚让我不要用，我就没用了，我在捡东西呢。哎，啥情况？这家伙的伤害挺高的，血量也挺高的。哥，你确定你还有别的什么更厉害的神器吗？我都没有看见，我捡了半天了。应该有吧？再开看看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两个炸弹，每边炸一下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圆球一样的。红色的是不是？哇，究极炸弹！我开到两个。用那个炸，快点，哥哥用那个炸，你很爽的不？会很爽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得先远离你们这个炸弹，不然的话肯定要全军覆没。我的天，这里一个巨坑，肯定是你炸的。你没看到我在里面吗？好，我也在旁边弄一个巨坑了，我去草原那边。奇了怪了，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器了耶，就除了那个巨大的就没有了。哦，他这里有那个，有那个什么神器的模型，拔刀剑的模型。有吗？在哪里、啊？在草原这边，我看到了。我用一个。哦、我跟着你过去。用个究极炸弹，我究极炸弹一次丢两个。对啊，我就是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一次丢了两个。我的妈耶！然后你用那个拔刀剑，右键右键把那个怪杀死。然后我好像开出来了什么东西，远古黑龙吗？远古黑龙吗？我开到一只远古黑龙，厉害了，哥哥！这应该是熔岩黑龙吧？好大一把拔刀剑！我的天，这里好卡！我赶紧飞过去看看。创世之刃，创世之刃！你看到神器了吗？创世之刃。哎，创世之刃哪去了？我刚刚看到了呀，我、哦、在这。我的创世之刃，创世之刃，创世之刃。
吸不到，吸不到，吸不到，好远哦，吸不到，吸不到。哎，创世之刃呢？嗯、啊，是我捡到了吗？你看看背包。我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坑的这个位置。我好像快到你那边了。站到坑上，应该可以捡到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拖我屁股啊！哥，我来啦！哦，创世之刃，我刚刚又丢出去了。你不是说哪里有那个呢？有那个模型呢？嗯啊！你看，你看我手中这把巨大的刀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模型就在旁边啊！我好卡，这里好卡。可能是我的那个视距太远了吧，我开的太近了。好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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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卡！这里掉落物太多了。我看到了，这个巨大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那个龙啊！你刚刚用了个炸弹啊？我就说嘛，刚刚巨卡，那个像珠子一样的东西啊！创世之，我的天，这个攻击伤害，这个攻击伤害厉害了。这个事情有点太危险了。哇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这可以右键的吗？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哪呢？欢迎支配之剑呢？被炸了 ！Nice 啊！没事，这里还有个哥哥。哎、谁让你靠我那么近呢，哥哥？你能不能不要用拔刀剑啊？我不用拔刀剑怎么清怪？那么一堆的怪！哇，这个创世之刃，这创世，哎呦！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，哥哥？你不要拿这个大剑杵在我这里好不好？我不打死你一次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天蝎座。我想捡一下这个东西，你走开好不好？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天蝎座？哎，捡起来了，欧皇证明。哈。获得后立即启动锁血挂秒杀挂。这玩个懒子、啊。这玩个懒子、啊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结束这期了。心好开，开心呀，好开心呀！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小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